大家，你们一定都知道，就是我当然是都在那个，等一下哦，我都是在那个，就是礼拜天的时候早上跟晚上都会去打羽毛球。可是今天你知道吗？今天我去山训，山训有多累，你知道吗？你知道吗？这超累的。我们去爬二哥山，然后最后那个下坡我简直紧张的要死，然后身上全部都脏兮兮黏哒哒的。然后你知道我那个，因为下山要有那个绑腿嘛，绑腿就是绑这个部分，绑这个部分的。然后呢一直湿的，里面都是湿的，因为裤子是排汗的，然后排汗会汗会排出去，就是排到那个外面，就是会排到绑腿那边，然后我就超那个的 ，Oh my gosh！ 然后路上我一直跟猫咪聊天，我们好朋友，超了，一直超，哦，剪头发嘞，你看，这是美丽的世界。今天我们从山。知道现在不是有这个交叉路口吗？然后那边就是往那边是去学校，然后就直直走过去。可是往这边就是往那个二格山的方向。对，然后我们从学校这样绕过来，然后就看到我家。哎呀，是从学校这样绕到后面去，然后看到我家，我就超兴奋的，然后一整个就 crazy， you know。然后我们在校车上一直跟路人打招呼，总计26个人跟我们打招呼，然后有19个人不理我们。